好准备。好准备。点解佢报咗新闻晏昼嘅喎？乜嘢啊？唔好嚟啊！试你哋试咗先好唔好啊？你唔好咁紧张啦。佢要加入就加入噶啦，佢系咁噶啦而家。吓？咩事啊？你一打佢。但你咪放咗上。咁依家都，我都冇參加之前，繼續多一輪慢的先，都是慢的位置。之後就快了，跟住一齊喐，一齊自己同自己傾偈，好似自己跟自己聊天一樣，自己跟自己的身體對話。慢慢地跳到跟旁边的人去用身体去沟通，跟住是跳到点噶？记唔记得？身體溝通之後是啊，跟住堆埋一堆啊嘛，係嘛？咁快轉圈？未啊，你哋全部同隔離對話啊嘛，跟住就去到什麼的？
呢個開頭啫嘛。進場啊嘛，你講 meeting 先。如果工作方嘅話，就進場啦。唔係工作方，唔另外一回事嚟嘅。即係冇事。另外一回事嚟嘅。呢個另外一個嚟嘅。呢個我唔係，我唔係跳緊。好似各自散開嘛，跟住再走係咪？走。係夢想啊？係乜嘢嗰段係？咁快慢啦，嚟咁快走走先。呢度就走嘅啦咩？對，要不要看視頻？我之後先看吧，大概記得少少。走啊走啊，咁走。走。四圍走，四圍走。真係好忙嗰時，我走就好忙。咩啊？呢個係夢想嗌完之後先做嘅嘛？唔係啊，嗌完㗎啦，嗌完就退後㗎啦。而家同桃李咁清楚，你有跳咩？我有跳啊，我係。系啊。哦 ，OK。走。真系要睇翻。所以仲喺前面噶嘛，我同排咗好耐噶嘛。我同前面就系帮你搞咗佢前面之后。走完之后到框，框完之后就系嗰个魔镜万花筒。咁几时嗌梦想啊？最後萬花筒，然之後先嗌嘅萬花筒之後咧，就大家齊齊向後退嘅，記唔記得？中間你嗌咗夢想嗰啲先至變咗困噶嘛？你夢想遇到挫折啊嘛？嗌完之後後退噶嘛？嗌完之後後退噶？嗰個係啊，個係咩？係啊，一樣噶，我都係嗌咗好多次咯。然之後萬花筒，唔係萬花筒，萬花筒即係後邊之後就嗌打功夫，向前向前打。妈妈写大了，辛苦一个多月，啊，就写了。对呀。妈妈，妈妈虫就到了，后退了。没有后退，直接打。妈妈虫直接打。对。